那我们今天可能就差不多上到这边，好，那麻烦各位离开的时候帮我们填一下，就是我们协作平台上的问卷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今天的研习的这些影片啊，这些资料都会整理好，一样会放到我们的那个就是 OneNote 跟协作平台上，好，这样方便各位以后如果你想要再继续使用的时候就可以回来看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没有哈，好，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大家喽，谢谢。